好，要不要上去？不过很美女。很高兴今天呢能够来到这边，我是节目主持人欣柔。可是呢，欣柔一个人哦主持哦，怕会哦服务不周，所以呢，我们的筹备主任委员特别邀请了一位我小时候的偶像，他是影视歌三栖田姐儿。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好曼丽好姐姐，偶像！哇！各位亲爱的贵宾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我的名字叫做好曼丽，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好朋友们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旁边这位小女生小可爱呢，虽然比我小了好几轮哦，她是全球华侨邦联亲善大使，今年2017的亲善大使，所以你看她多么的漂亮娴熟，而且她也是关怀行动日的辅导长。各位好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么年轻漂亮的辅导长？没有。因为呢，今天请到的都是我们心目中最有学问，这个把学生教得好，将来的这个社会的主人翁，就是各位的功劳，还有我们校长，有我们家长会会长。所以因为这么盛大，我们的理事长呢特别呢就说，曼丽姐姐跟我们美丽的欣柔，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盛大的活动，非常非常的荣幸。姐姐请说。我看个小抄。好，因为我真的是主管不及备长，所以呢，如果有闹钟的，麻烦请见谅一下哈。我先从几位哦，我们的这个百年树的。好，我们先得到了现场了，好不好？是，到了现场的鼓掌。我先看到这两位，我刚看到他们，我先见到这两位。这两位呢，永和智光商工的校长陈炳辉校长。有一位美丽的陈永琴小姐，台北市高中高职家长会长陈永琴，美丽的永琴，呜呜呜。然后新北市，新北市这个智光高职家长会会长高木山会长，会长，帅哥一枚呀，啊，是是是，你看看。我们理事长帅，理事长的夫人美，所以来的贵宾真的男的帅，女的美。是，在台上这两位也是美女哦。当然啊，脸红的脸红的。不会，我比较不要脸，我可是熟龄代表，我今年芳龄54岁。哎呀，姐姐你好，姐姐和学姐在这里，我必须要说哈，真的欣柔。为什么社会会进步？这个要从小教育，不管是校长、老师、家长、会长，所有的孩童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到了学校的学校教育，老师把这棵小树苗让它长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最要注重的就是人格、道德，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也知
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么多位校长在这里，台湾的儿童们，其实我跟教育界哈、还有一点牵连啊，请说。因为呢，我是中华整体美容艺术发展协会的创会会长，我本身也是美容职业训练的国家美容级执照的老师，我是做职业训练的啊、所以呢，比各位还差一点，因为哦，我们不是正牌的啦，也很棒，我们是当职业训练的，各位是。有教师证的，我这辈子最大遗憾没有教师证，你再去继续念书。哎呀，我看哈、我还是乖乖的哈、每个月去行善好了。那我现在呢，那个内举不避亲嘛哈、那个我也好好的介绍一下，不是介绍我，介绍我就没意义了。OK， 我们今天呢，我还邀请到我爱关怀行动日的伙伴们在哪？什么是爱关怀行动日哦？我们是每个月都到。老人院、孤儿院，然后呢，这些都是企业主，我也是企业主之一了哈、但是他们比我年轻的企业主，他们更大哦。那我邀请我们爱关怀行动日伙伴们，来拍个手，爱关怀行动日，来哦，欢迎你们，各位，我还要介绍一位戴帽子，这位是前海地。驻海地的国家的大使，他是驾白大使，驾白，哎，海地法国海地的大使来，掌声万下，哎，感谢大使前来哈、我们蓬荜生辉哈、谢谢你们，对对对，好、那我们其他的表演的时候，我们再一一介绍。谢谢两位，你既然介绍了你的青山的大学，我有两个要介绍 VIP 耶，我不会老王卖瓜吃麦子瓜，先不介绍我，我刚才。到一位啊，40年前，将近50年前，是，哎呀，这又泄露了我的小妹的年龄了。我在中视的长官，一位很有名的制作人，他今年92岁了，有那么老？当年哦，长得好帅哦，现在也是很帅，92岁的蒋子安大哥，早早早早，蒋子安中视很多的这个电视剧，他制作的编剧。现在每一年都要写一部小说，92岁了不起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是客家理事长，客家协会的创会理事长，他也是8点档在客家那个电视台呢8点档的男主角，导演、制作人、片头片尾的主唱曾超导演。姐，我刚刚听到个讯息，我们哦要赶快进行，要赶快 ，OK OK， 哎，李监事要赶快让他出来呀、啊！好，今天重头戏，介绍，来，哎，那哎，我们先讲一下哦，这边已经有理事的得票统计，第一位，哎呦，这个瓜好像插错了，我呀是李庄。监事何少芳84票，哇，恭喜恭喜，这么高票，陈玉山69票，恭喜恭喜，王华珍65票，恭喜，哎，这三位有彩蛋，刚刚您也是中奖，恭喜您，恭喜，好，骆福祥后补，这应该是后补，恭喜以上，那我们可以。
影视得奖人，可以上来拍个照吗？上来我们就没戏唱了。我们邀请方志颂飞飞爱心协会的理事长、团长，所有的理监事。现在是先你哈，没错，来来来，哎，高票当选的是李监事，李监事，我们是先拍理事。我上他怎么没有上去拍啊？监视吗？好，来监视，来麻烦一下监视，监视合上毛成立山，毛华珍来麻烦一下，赶快拍照。谢谢，来重头戏来了，刚刚那个票得票可以给我吗？我要来公布一下常务理事的得奖名单，来来来，常务理事跟常务监事即将要诞生了，这个麻烦一下哈，哇，那现在我们两个人要站在这边，噔噔噔噔，因为呢，选举总是麻烦的。常务理事，哇，有三位得奖耶！我们从第三位开始，请先公布下一次。第三位，苏颖，恭喜常务监、常务理事、常务理事。第二位是李如峰姐姐，真重要的人物，您来公布吧。郑重有理事长。再来是常务监事，常务监事只有一个人。下，各位，我一定要打个岔。台北新北不是台北新北市的劳动局局长高宝华，我告诉你，又亲又力，重情重义的高宝华，来掌声！你们一定要认识一下，一定要认识他。好，那接下来紧张了嘞，常务监事只有一位。哎，姐姐的重要的一定要由你来公告。只有一位，对，是我们大家公认的美女，是公认的会做爱心的，公认的是理事长最美丽的贤内助彭少芳。挥手，挥手，挥手！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们来选，互推。那呢？我现在跟你讲，苏怡华来，你们自己投吧。你们两位是理事长，哦，那就是正宗的。来，我们请郑宗勇先生上台。现在呢，他们两位常务监事呢，直推。那有没有花花？成立大会的宗旨就是要这个推广歌唱运动，
发展社会公益，结合社会资源，振进弱势团体的宗旨，把名字来推广到社区和新北市每个角落。如果都有像今天那么热忱、一本初衷的这么多好朋友的支持，我相信新北市这个光之硕龙飞飞爱心协会的一个活动，一直会展延下去，一直会传承下去，会把大家的爱心一点一滴的向我们的长辈、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的欢迎、他们的微笑，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和鼓励。感谢大家的理会，粗茶淡饭薄酒啊，还请大家不要嫌弃。感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的谢谢县长前县长周习伟先生来帮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呢，我没有想到我们郑州有和尚发粮的理事长，人缘好，人脉广，请到了重量级的特别来宾，最年轻、大家最帅气、最阳光的周习伟县长。谢谢。我办劳工您发给了我，我是姓新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您。大家好，好久不见哈。哇，你好。大概差不多有七年没有出来了。是。对，那很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都圆满快乐。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有爱心最重要，慈悲、爱心是我们人最需要的。关怀，对了，关怀还有尊重，所以我希望这个协会呢，能够真正在这个社会上再多做这么多的事情。各位真的很了不起，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经过了七年的时间，我看到台湾的社会真的需要再努力一点，所以我决定出来参选下一届的新北市市长，希望大家支持，掌声，大家一起努力，让新北市真正有爱心、有进步，能够繁荣，大家都平安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哎，这个县长，你不要走，因为今天大家冒着我必须要马上走。等一下，请他刚刚跟大家合拍一张照片。还有三个记者，我们各位，我不到的话，我们的校长、家长、会长，请上来，快速，谢谢。高宝华局长，还有特别来宾，要不要我们贵宾？对，中。你先去坐，来，请赶快和大家合拍个大合照。来，长官，高宝华局长在哪里？正常的呀。来，你们坐。长官，校长在哪？长理事长少发，你们坐。来，少发，请坐。你们坐哈，我们主持人。我们在后面，各站一边。我们各站一边。我宣布参选，参会在我旁边，大家摆一个赞，有没有拍到啊？有的可以坐在最前面，不好意思，我直接坐前面来形容，我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这里，来看这里，不要动了啊，不要动了啊。谁也帮我拍一张，谢谢。那因为感谢美女姐姐，请站在那里，请站在那里，美女姐姐。谢谢周县长，谢谢，因为周县长真的很棒。那狗年了，大家旺旺旺！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做这个善事的时候，能够把光芒，把我们的所有的爱心发挥到所有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那也谢谢大家，我知道大家很辛苦，我们未来一起来努力，我们来为大家服务，大家为社会所需要的民众来做服务，感谢大家，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谢谢。你们一定要认识高宝华局长、劳动局局长，他在任内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他是个非常重前面的人，要认识他。好，局长，恭喜你，祝福你。好，您先忙哦，您先忙。刚刚有
心，陈景定议员是不是？我看到的是林国春议员的主任。哦，林国春议员哈，我们妇幼的保护天使，陈景定。我们今天请陈景定先上的，是是是，郑主任，郑主任哈，办公室郑主任来跟各位郑主任讲。理事长，郑理事长。郑理事长以及各位嘉宾、各位帅哥美女，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啊，今天很高兴啊，代表议员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议员力有其次，没办法赶来。那在这边特别代表议员，要祝福这个方志颂这爱心协会啊。能够这个恢复昌隆，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是有一群啊有爱心的这个朋友共同组成的。那我本身呢、啊、也有加入这个会员，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啊、能够长长久久。那社会上就是需要有爱心的人，能够啊共同的为这些社会啊在弱势的这一方啊能够多多的打拼和努力。所以也希望各位每一个人都要活得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一起为弱势。然后付出爱心，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主任，感谢陈景定议员啊，我们这个协会的对这个筹备之初哦，议员给了很大的哦，感谢感谢，连议员的主任啊都加入我们的会，太好了，你太有眼光了，一起做公益，太好。好，再邀请一位那个国春林国春议员委员的议员，国春议员办公室主任在哪里？在哪边？谢谢我们，谢谢美丽的郭，我还是
快讲我小姐，好小姐，自然是，自然是钟玉为校长，校长是来恭喜美丽的校长。现在的校长真的好年轻，好漂亮。对不对？好，来，我们是北一女的校长，是一位法人啊，北一女的校长，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很可惜我没有读过北一女，刘梦萍女士，刘梦萍女士，新北市家长联盟的理事长，联合会的理事长，好漂亮的年轻。恭喜你！我就说啊，现在怎么这么年轻？在我的观念里啊，校长是真的都是年纪很大，真的都是德高望重。结果现在好年轻哦，是的，漂亮漂亮，恭喜！好，林如峰先生，来，恭喜林如峰先生。哦，那今天北大雄的理事哦，也是我的恭喜，恭喜恭喜。做公益不遗余力，是了不起，大爱。好，王晴雪女士。好，今天王先生也是理事，恭喜常务理事，恭喜恭喜恭喜。心善人更善哦，还有很帅。善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慈眉善目，是的。来，洪会长先生，洪先生在哪里？恭喜，恭喜！来，麻烦上台来吧。来，我们，会长先生是新北市晴天协会的理事长。先生，万培良先生，请上台。万先生，先生你在哪？万先生，你在哪？万培良先生，万培杰。万培杰，好的。万培良，不好意思，那就是印错喽。那我们会再请大会哦，再等一下，不好意思。请上台。
再来呢，大选证书了，林竹峰先生当选第一届常务理事，林竹峰先生请上台，恭喜常务理事，来，我们要拍帅一点。宣布这个大会结
是不是现在开始？对呀、啊，开吃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啊，接下来一定要来怎么样？老妹妹 ，OK， 好，好姐姐是，你们一带一五零等嘛？哦，我上爱台湾啦，我台湾无带零等的，我唔认等，我的好朋友拢是台湾人，我是。我爸爸有混，他是混血儿，不是，是我爸爸是，我的祖先叫泰雅族的啊，我也很喜欢原住民的，所以我很羡慕啊，岁哦，怪不得眼睛这么漂亮，会放电哦，就在等这句话，我真的好朋友了很多客家人，很多原住民，那么我这是喜欢自己。那我现在要请哦，标准的，他们呢？山顶美丽的山顶姑娘，对他们要来表演呢，最正统的山地。那我们今天哦，节目要开始，一定要来嘞嘛，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要听说你们跟他很熟，当然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对，接下来呢？迎宾舞为什么要有迎宾舞？是国家庆典，重要人物，所以在座各位你们都是重要的人物，都是今天的贵宾，所以才有迎宾舞。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原住民，可是以前呢，我们都会说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好，现在都要讲原住民。是。那么这个四维美丽的秀美，她是我的好朋友。美，他们真的常常出国比赛哦。台湾之光，热情的掌声给我们四维舞蹈团。哇，迎宾舞，迎宾舞，我也好想跳，但是我不会。我好想跳，欣柔，我们也来跳。
你有到访，很荣幸能够让我们少方美女邀约来这边与大家同欢。那我们也祝我们少方这个非新北市方之颂非非安心协会会员圆满成功，谢谢非非小姐，谢谢少方。因为是他是海峡之星十强歌手，那呢也是人称小凤飞，小凤凤飞，和尚话才是小凤飞，小凤飞是啊。然后呢，在每个周六吧，在淡水楼楼，他也在那边呢演唱。太多的粉丝了，是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我也是从小看到长大的。我是一群东北的，我没粉丝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隆重的介绍凤君和少芳为我们演唱《好好爱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以最热情的掌声给我们最美丽的。哎呦，我起来了呀，半夜。谢谢大家。
机会来这边来做副主播，很开心。那么谢谢那个林先生的哈。林先生，谢谢林先生。对，感谢会长、会长以及各位长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来为大家做主，因为今天第一次来了哈，也比较紧张，我吹得不好的，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啊，我蛮紧张。不要紧张，表演得非常好，林先生就很有爱心，就是叫我们很多演艺的朋友都有一个舞台，真的很了不起。那你的大名是？啊，我姓柯，我叫柯。小聪，柯小聪，各位好朋友，你们有如果有协会理事长办活动，可以邀请柯小聪，谢谢商业的旺，没事哈，谢谢，谢谢，谢谢你，欣柔，我要帮你介绍一位帅哥，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表演稍待一会儿，现场又来了一位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说我的偶像之一，而且呢，你不要看他虽然人很高大，但是心思很细腻，那真的就是铁汉柔情啊！你知道我要介绍谁吗？我是他选区的，你是他选区的选民啊，那就是我们欣柔的偶像，是也是我们偶像之一，偶像之一，我们所有人的好朋友，那就是重量级的新北市市议员。谢谢。我们敬爱的郑理事长，我们菲菲的所有会员，所有的校长，真的好朋友啊，都很好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好。哎呀，铁汉柔情啊！刚刚我到我们楼下那个交通局的，我们刑事组的组长，我们这个年纪都知道陈静心啊，陈静心就是我问笔录的。我当警察当了15年，开枪开3次，警匪枪战，所以我很重视治安平安的议题。因为哈，我们不是经济的专家，但是至少我们家还有我们这个平安的在活动上面都要注意到安全，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台湾最关心的是毒品的问题，全台湾现在吸毒的最小的是10岁。10岁，我们这个年纪哈，大概以前大概会吸毒的都是海洛因，现在的软糖、咖啡、奶茶、巧克力、饼干里面，所以我们的孙子辈很担心啊。所以我们台湾啊，千万不能毒品除罪化。为了这个议题，我跟很多民意代表，今天没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到，我照样跟他辩。除了这个，各位，我们安静一下，听我讲一下，很重要，很重要。我为什么讲这个议题？我们上一代很辛苦，我们这一代也很辛苦，下一代如果比我们更辛苦，辛苦在其他的上面，那我们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都没有意义了。尤其是不能推动什么，不能推动同志，同志只能尊重，不能推行，推行以后我们就没有下一代。我在议会里面在公开讲啊，同志的议题造成我们台湾去年整年度多增加2450个 AIDS。 AIDS 为什么？因为我在美国练毒品、练犯罪学、练 AIDS， 就是这些都有关联的，犯罪、毒品跟 AIDS 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以我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去建议我们这个政府不能推动毒品除罪化，不能推动同志结婚化，可以尊重，但是不能推动。一推动以后，我们下一代怎么办？我跟各位报告，同志以后他的生老病死谁负责？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年纪大走了以后，谁负责？这个政府负责。这个议题没有人敢讲，但是我讲出这个议题以后，引起很多同志对我的不满。但是我是讲出所有人的心里话。我们这一代为的是下一代，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延续我们的下，延续我们这一代，这样子生命才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子啊？对。所以各位校长到这里啊，我们所有校长在这里有没有责任跟义务？责任跟义务是学校里面不能去推动，不能让同志的团体进入到学校去宣传同志的议题。这个我敢讲，很多人不敢讲。大家在这么多场合里面看过哪个民意代表敢讲这个议题的？没有人敢讲这个议题。我讲出大家的心声，讲出大家的心声，就是希望说我们台湾，我们
子子孙孙延续我们台湾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是一条根的，我们的家庭伦理是一条根的，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我们校长在这里大概知道我的议会里面，我敢讲这个议题，很多人不敢讲，是不是？还有毒品的议题也是一样。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郑理事长，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一起生活的，啊，一起活动的，包括我们这个市政府来协助的，我们共同来推动的很多保护下一代的议题。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个人民的保姆，我真以为他是偶像剧的男主角。是啊，帅不帅？帅！谢谢大家啊，这个精神都跟大家在一起了。很多的事情啊，我看着台湾这样子沉沦了，我们真的很忧心啊。你看台湾到目前为止，这个民进党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干过一件好事，我敢讲的，没有做一件好事。不管他推动任何一个议题里面，都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很多校长的心声也一样。我没有领退休金，我在电视上有讲，我讲出校长的心声了。如果没有这些校长，台湾不会有这些经济奇迹了。因为这些校长教育很好的下一代，这些下一代才有今天台湾的奇迹。大家说是不是？虽然很多人不是公务人员，可是我要替公务人员讲一些话，是不是这样的？我也有能力去考上读台大，但是我选择警大，我选择警官学校，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选择台大，现在毕业以后，哇，这个高级工程师、总经理级的，但是呢，这些警察人员、这些消防人、这些公务人员，一辈子安身立命，不会有大富大贵，但是至少是台湾稳定的力量。虽然很多人误会公务人员、公职人员，很多人也不敢讲，但是我要讲出公教人员、军事教人员在心声，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们。没有这些人，台湾没有稳定的力量，没有这个经济的奇迹。对不起啊，话说多一点，但是我是讲出我们很多人的心声，谢谢大家。我现在我们不住的啊，你正在结婚呢。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因为有一个人非常欣赏你，郑导，他非常欣赏郑导上台拍个照。郑导，郑少导演的，他是作家协会的，他非常欣赏你，我再帮我们合拍一张照片。来，感谢，对对对，郑导跟我们国成议员，来，请好的人一起拍个照。有空再帮我们美名几句，你们来吧，谢谢你。感谢你，好，谢谢，谢谢国村议员，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呢，我们和我们的爱心好朋友灰灰协会的会员，大家午安，谢谢。现在帮我们演唱第一首歌是《你是我信仰》。
老师，
我们国际旅游美后，2016年的国际旅游美后。那今天呢，很感谢他呢，百忙之中抽空起来哈、哦，来为我们做表演。那我们现在不打扰他表演时间，他要为我们做的是飘扇。28岁。
岁，对对对，里面有跟大嫂，然后他到大人，他还有孙女，他孙女好会表演，他们一家人都是天才，女儿漂亮也会唱歌，哦，太太的歌唱得更好，哇，他为什么我怎么没看到名单呢？没有，我现在要查，我平常哈，邀请一下，你没有几万块就请不到他。今天真的是一位好朋友，而且做赛事。那么现在我们介绍，这就是我跟他讲的客家协会的创会理事长，他也是八点档客家电视台的那个叫什么戏的，他自己介绍。他是男主角，也是武术指导，也是导演。哎，他够狠的，主题曲、片尾曲他通通都自己唱的，那就是。戏导的最好，武术导的最好的曾超导演带来客家本色，先跟各位问候一下。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匆匆忙忙哦，也没有什么准备太多的话啊，我们就简单介绍我一下哦。从17岁就入行，17岁拍一片呢，要算过来了，拍一片就拍了大概有5部至10部，拍一片。然后就进入了我们的武侠片的时期，啊，那时候是彩色的，哎，那个武侠片，对，武侠片光电影就演了200首以上，200部以上，那些武侠片非常之多。我们台湾是演艺王国啊，啊，没错，我们现在输的就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应该再培养我们的新的子弟啊，好好从事演艺工作啊。如果想拍电影的，或者想演戏的，或者想来唱歌的，或者想来报名啊，我现在正在培育人才。啊，我们最近呢，过年呢，我们在那个平溪，就是放天灯的平溪啊，我们有一个合家那个合湾度假村啊，过年起我们的接管呢，是我们的集团买的哈。啊，我们有办活动啊，好伴弟、好小姐也在那边主持节目啊，希望大家呢光临指教，多多来玩，谢谢各位。好，来，曾超导演带来什么歌曲呢？啊，我这样子哈，我唱首比较大家熟悉的歌曲，就是客家的国歌啊，叫做《客家本色》，谢谢。
心中有颗云。
Yeah.
竞争啊，他曾经是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他现在是新闻媒体线上的记者，也是2017年海峡之星的十强歌手。那我们呢，现在呢，掌声欢迎乔伟。我要跟他合照，我也是海峡之星，只是我不是秦腔，我是排后面的那一位。来，还是希望各位给我们掌声，巧合。我付出一生。
支持哈，那
哈，美方呢一定会尽力来为大家争取。然后美方呢，的绵薄之力虽然很少，但是呢，我一定会尽力来为大家服务。那在这里感谢各位，就今天呢，成年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狗年行大运，谢谢。我们台北市海南人一群，我们不是只有台北市。孤儿院、老人院去做，刚才如果张总来，来来来，我们爱跟上台合拍。然后呢，我们这位是前海地大使，这位啊，恭喜，他是恭喜哈，来，我们这位请大爷给大家准备一张照片。来来来，我们爱关怀团队，我们是从台北市走来新北市，不走来看前面。是，你看做公益的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真的是。所以要做相由心生，没有做大家做好心之后，不分年龄，好，你们拍好了，请回座。然后不分这个性别，然后不分大小，不分颜色，我们大家都起来做公益。好，我们这一桌家长会会长请上台。多久吗？来，家长会会长请上台。各位家长会会长。太棒了，谢谢谢谢。还有新北市晴天协会那个美丽的议长，一起上去上来。你准备当议长了？来，晴天协会的理事长，请上台。真是，前方面理事长。好，站起来，都拍得好。我们好戏还在后，背后小海豚表示他的海豚音啊，没有邀请到长何少芳理事长到哪里去了？没有请陈玉珊为我们演唱山歌鹰眼，这个是正牌歌星哦，玉珊漂亮，是，你看看这个打扮，来，我们赶快邀请他出来。Thank you.
接下来呢，节目表演结束，我们就转凉哈。我们请他为我们带来《流水年华》。
他能够做到最后，这我这心里真的是感恩感恩再感恩的，谢谢你们。非常感谢，谢谢请上来郭小姐校长，大家都一起上来。那我们认识你们，那我们认识，对对对。这个。这个活动哦，可见理事长也是众望所归，这些长辈级长官级的都留到最后一刻，是非常感恩哦。那议员为我们勉励一下。好，谢谢我们的郑理事长哈，然后谢谢我们的贵宾们哈，然后还有各位李监事，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我在你们身上呢，哎，我真的很，我看到你们的精神，我看到说到了最后一刻还是这么热情的在唱着歌，可见得呢，你们对我们的这个公益跟我们的一个弱势关怀真的非常的用心，是不是？用各位的双手给自己的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是，来打三下。因为你们热情感染了我们的社会，因为你们的热情让我们的社会更充满了正向的能量，因为你的热情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善与美。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付出，有你们真好。那我们一起加油，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理事长哈，这个理事长真的很用心，然后来这样带领我们大家，他是我们的领头羊，所以我们大家要跟着他一起继续做善事，一起帮助一些弱势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好 ending 哈，然后在我们的菲菲的这个演唱之下呢，然后我觉得说呢，可以让大家呢再凝聚、再团结在一起哈。然后未来呢，哦，这麦克风真的讲得很顺的，而且是很用心在准备的。感谢我们的老师，这个、来我们左手边那位音乐指导老师。好，谢谢老师。来，感谢老师。提供这么专业的麦克风，这么专业的喇叭，我第一次来到海报，我讲话这么顺，所以讲得特别的多，你知道吗？祝大家呢，就是期待再相会，再相会，然后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大家。好，大家在期待再相会的欢声下，我们再做个完美的 ending 来。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感谢所有的校长、家长、会长，到底是有读过书的人不同，有始有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从开始投茶一直到现在还在位置上，了不起啊！新北市方之颂菲菲爱心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圆满成功。明年再相逢，他们一年开好几次大会。来，换这台，这台没有。爱妈妈的声音还没有。还有一个进来了。第二好，等一下，你们拍完了。好。来，爱关怀的伙伴们上来吧。哎，我也是另一个身份，就爱唱的主持人哦，就爱请我两地三地，两岸三地节目。赞。来，再一次，爱关怀协会赞。来，再一次。好，就爱唱哈，就爱请问哈，哎，记得哈，找我们主持人报名哈。就爱唱。哎，我没安排，那我现在可以下班了。